孔雀怎么画好看又简单？我们先画出孔雀的身体，然后我们来画上孔雀开屏的样子，然后我们来画出孔雀羽毛上的装饰。然后我们来给孔雀涂上颜色，选择绿色涂上羽毛的颜色。然后我们把它的羽毛分开，画上不同的颜色，选择浅绿色，涂上它羽毛的花纹。像这样，我们好看的孔雀就完成了。